非常高兴，并且而且非常荣幸来参加《道德经》的这个项目。《道德经》虽说是一个很古老，已经2500年了一本哲学的书，但是直到如今，我们能从里边学到很多很多精华的东西。所以希望10月25号大家能够参加我们的这场《道德经》的大型音乐会，而且还有我们戏剧演员来朗诵《道德经》。谢谢大家，我们10月25号见。